中嘉基隆有限公司的代表以及基隆商工洪光贤洪校长为我们签署合作意向书。签订合作案不只善尽社会责任，也让学子有更多不同接触媒体的机会，进行多元的产学合作。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跟中嘉基隆电视有这样的一个签署的机会。那未来呢，期待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我们双方可以有更多合作，让孩子接触业界，然后能够增加实习的机会，也让孩子的所学能够学以致用。很高兴基隆商工跟我们中嘉基隆县电视有这个产学合作的专案。那基隆商工的小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我们往年的美丽基隆，我们自己基隆举办的一些影音的创作比赛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那尤其现在空拍非常的夯哦，大家喜欢从空中来看世界。那基隆商工这么先进有一个航空电子科，的确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资源，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有更紧密的合作，尤其在这产学专案的签署之后，我们希望不止基隆，只要是中嘉集团桃园以北的所有线电视公司，当我们想到要空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我们基隆商工，协助学子创造双赢或多赢的机会。除了产学合作外，基商也正式对外宣布成立无人机操作证室内练习场，邀请业界培训许多专业飞手的非准飞行学院教练群，现场辅导学子进行专业基本操作项目。教练群示范难度较高的八字飞行、公转、自转等不同的精湛操作技术，让学生们个个目不转睛。接下来第二个项目为举行飞行，透过与中嘉基隆有限电视公司一起做区域资源整合产学合作，让学生有机会走出校园，进行更多专业的实践验证，以增加相关的经验。透过这项活动，可以让更了解基隆，还有服务基隆，也让学生能够更贴近基隆的人文风貌，使学生们加强在地认同感。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